基玉龙君素颜，在此地启动电视，实力终于学习异象本身。丹阳，匆匆。欢迎！敢讲是制作人失败时，我甲恁讲，第三项王冠藏伫我的身上，此事是转化灭曲之阵作用，就由王冠灵灵引导地气，封闭破离空间，修罗帝王真要以身相骗。因为我信不过恁啊，想知影恁是不是甲玉千依串通，要趁机偷走王冠。师兄，要移兵拼搏，随便是。放心，一兵被路过各种电讯，经验丰富，甲拢会当下切咯。你若是，我会多回归数。听看卖哩，我中心的发言，放心开恁的灯吧。王国夺旗，夺旗轰鸣，一曲起灯开，一曲起灯再开，王国引头点灭，灵气回输。相信有只妙红笔之枪，一速东西。青丘，银石造好，一枪即响，必合。一阵功败垂成，面对不速之客，虎天天雄丁狼要如何突破危机？如无仙渡剑术拿作为夺冠用，联合顺利离开虎国，夺回武功的进步，欲先高调决断，欲低雄行，请继续收看《阴公以九界之剑血天道》第二十八集。金燕，不是，不是，提出国宴。